活动就是做外送人啊。那你就不要关门嘛。我现在就写啊。不是啊。要警察来。看不懂这个是做什么外送员的、啊、那你就不要关门嘛。我上面就写了、啊、不是啊啊，我为什么不关门？ 我上面就写什么你看不懂是不是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看到你们没关，然后我已经提到幸福路了还要被拉回来？我上面就写你也中枪怎样，我叫警察来。你叫警察来是、啊、你叫警察来他就突然拿着餐点跟平台的机器冲出来，然后就是影片那一串的。我就是努力的想要拿手机拍他打我的过程，可是肢体上的冲突我没有办法把手机拿起来。